大家好，我是乡村小刚。昨天晚上的话，在这个下水道里面放了一个地笼，这是一个臭水沟，然后这边的水质的话还比较好。然后昨天晚上在这里放了一个地笼，今天来搜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野货呀。看了一半天也没看到，拿出来看一下吧。哇哟，有一条泥鳅，嘿嘿，有一条泥鳅好大呀。哎呦，还有龙虾，呵呵，我的妈呀，好多泥鳅，还有哎呦，还有一只大牛蛙，看见没有，真是高兴坏了。现在倒出来看一下吧。没想到这个下水道里面东西还挺多的呀。啊，这是还牛蛙。对，还搞到一个大牛蛙。旁边工地上干活路的工人都过来看了。没想到臭水沟里的下水道东西还真多。还有泥鳅那些。啊，泥鳅还有大牛蛙，你看。大家伙，哎呦，哎呦，跳，想跑啊？那你先轮到了。这是高兴坏了，看见没有？这边的话还有一条龙虾，这一头的话还有一条泥鳅。哇，好肥啊，你看这些泥鳅都好肥，你看下水道里面的东西应该可以吃吧，朋友们觉得呢？这水的话不算太脏，如果太脏的话，泥鳅和大牛蛙也不能存活，看到没有？高兴坏了，总之够吃一顿了，够炒一盘了，看见没有？我一个人吃的话还是够了。哎呦，这只野生大牛蛙好凶猛，你看，啊，真是高兴坏了！这些泥鳅多肥呀！真的没想到呀！这种下水道里面还有这么多泥鳅，还抓到一只大牛蛙，真是高兴坏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喜欢更多弄城视频请关注小刚。